民政局我比较了解的，那个工作不要太稳定了啊！你看他，他管的很多事情，你看我们通常的登记、结婚、离婚，还有殡葬服务，还有安置办呀，对吧？分配工作啊，对民政系统管的很多很多，有服务于民生、老百姓的。而这个单位应该是比较稳定的，是吧？但他也同样很有生活。我就我的意思说，你在这种单位工作，觉得你这个阅历非常丰富，对吧？察言人间冷暖，而且对你摄影是不是很有帮助？ 是对摄影，对吧？他来源于生活嘛，对吧？他会够到你更广阔，所以我这冲这个来，咱们干杯！啊，敬你，啊，你是水哈？哦，那我先干了吧。哦，哎呀，还有一点，我刚才讲到民政局工作特别稳定，是不是？是。而你能抛弃这个铁饭碗，大胆追求你的摄影艺术，这个让我非常敬佩。福妈，您说这个摄影，这事是我。 一生的梦想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从这一点，我也非常佩服你，要有冒险精神，想做自己喜欢的事业，对不对？这一点 ，OK， 来，哦，那，哎，对，那个是，你不觉得我对你很有诚意吧？我很欣赏你，是不是？大侠，我不是领导，是个老大哥吧？你是不是喝点酒啊？老喝水好吗？你觉得？哎，那个金总，就是我必须要跟您解释一下啊。你说，首先我觉得我今天能够认识您，我觉得我非常荣幸，本来要不是今天呀，别说喝这个酒了，喝什么酒？我绝对敞开了陪您。就但是我不瞒您，就是我最近这段准备要和我老婆，我们准备要小孩了，所以说酒精这个东西，它对男人的身体，它是希望您能理解。啊，理解，理解，没关系。你相信我，哎，服务生，哎，不，那个酒，就我们鸡汤调那种酒，哎，不是那个金总，我不能。哎，对，就这个。 你先尝尝，你醉他的也，哎，对，酒杯，哎，对，你相信我，你先尝尝，哎，你感觉是酒吗？你感觉像？哈哈，这就是橙汁儿啊！对呀，这酒精微微有那么一丢丢。OK， 这就一丢丢，它几乎就哎。 他几乎他就是橙汁，没有关系，哎，他确实对，哎，对，他对那个男性的精子没有杀伤力的，你放心，保证你。哎，那好，那个来，就坐我来。好，那我就用您那个特别爱喝这个调的这个酒，好的，敬您。好，真的今天能够认识您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嗯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好。 下面再谈谈你这个你的业务状况啊，这次我带你们去复试哈，相信我 ，no problem。而且这个他不是靠嘴说的，是靠作品讲话了。就你作品这种个性，和你的魅力，和你独到蒲中那种动物的神态，这点你可以征服所有人。我认为考生里面你是 number one。啊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真的那个金总我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不，咱们就畅所欲言，没有喝，你让我多说。 真的，我因为这你让我很感慨、很激动，因为我从年轻过来，我敬您，非常感激您对我的赏识，我敬您。好，等到公司正式工作以后，我觉得我们要进一步拓展国际化路线，我想带你到那个非洲，到原始森林去拍雄狮，拍动物，好不啦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。好，我干了，我干了。好的，好的。没有最好。 应该说是只能更好。在你身上充分体现出你这种摄影的气质。谢谢谢谢。哎呀，我对他感动，真的。来，不说了，喝，好不好？好不了好了，我们今天一醉方休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我都是有没道理。你说现在这个哈，这个娱乐节目，你这想不通的啦。他的流行歌曲哈，他都叫中国人这么喜欢。对，前两下一晃鞭子，对，一掐腰就偏了。对，他这个动作这么做。动作容易学。 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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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那个我也没想到，这中国电影啊，实事求是说有进步，它气质很恢宏，哎呀，色彩也很绚丽，它就不像过去那么激动。咱就说美国那个泰坦尼克号吧，是吧？一传的雷锋，对，但是外国大片我一个都没落。金总，我得那个，好，这喝，不，这倒就，哎呀，没了，哎，等等，那个。
因为在这个八大菜系，你吃过几个菜系？我吃过两个菜系。其实有时候我也挺郁闷的。是。你说那个我特别想不通，这个广东那一带，他把宵夜当那个节日，养火锅现在这个魅力不得了。你说我未央菜系嘛？是。还有这个上海菜，知道吧？我爱吃，我全爱吃。什么全吃吗？我爱吃。三黄鸡太有魅力。就是那个京东，我这时间啊，这有点来，咱们就说，这个刚才说的菜了吧？咱说房子，你现在租房什么情况？ 真讨厌啊！那么晚回来，果然。啊！怎么了你？啊？你怎么了你？哎呀，你喝酒了？没喝。什么没喝呀？一身酒味还没喝酒。没喝。哎。 不是你太过分了啊，果然！我就喝了一口。你下午怎么答应的我？你口口声声说你一口都不喝，我喝了两口。你喝两口喝成这样，你蒙谁呢你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吧，就他们那儿啊，有一姓金的一哥们儿，就是一金子，真的，就那哥们儿，巨能说呀。 我原来以为你妈就挺能说的，其实真的就跟她一比，就你妈就闭嘴吧。完了，她就玩了命的就跟我碰杯，就说那些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就给我弄的，我要是不把她陪好了，我就觉得我对不起她十八辈祖宗。那你对得起我吗你？ 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要怀孕，我容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人家老公人家怎么怀，人家半年前人家连可乐都不敢喝，你倒好啊，快进危险期了，你还跟我喝酒？不是我跟你说，真的宝贝儿，没事儿。我喝这点酒，那就跟没有一样。什么没事儿啊？真的宝贝儿，根本就不许。阿姨，你跟我一边去！我告诉你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要是万一怀了，那我就叫高龄孕妇，我跟人年轻的，我有法比吗？我到时候万一小孩出来有问题怎么办呀？生点风也刚好，我跟人急。不是你能不能面对现实啊你？你说咱俩这么费劲，非得这个月怀上，不就是为？哎，果然，你到底哪的什么主意你？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让我怀孕？ 你就是太过分、太自私了。我这个月怀不了，我就去不了法国了。你知不知道法国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呀？那是我的梦想。我跟你说，我就觉得你根本就不在乎，没有替我想过，你根本就不爱我。果然。 接上电话，那老响那个，啊！ 没睡呢吧？桃子呢？哎，你让他等会儿啊，妈。桃子，妈来电话，你接一下，桃子。妈，你等会儿我叫了啊。桃子，那个妈电话你。桃子。 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
妈那个桃子哪儿去了？桃子去哪儿了？你问我呀？我问你，她去哪儿了？这么晚了，她……果然，你是不是喝多了呀？妈，我没喝，我就喝了两口。妈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桃子刚刚出去了，买东西去了，一会儿她就回来，您就放心啊，妈，放心吧，妈。我都不用放心了，你还没喝呢？啊？什么时候你喝酒啊？晚了干嘛去啊？我去桃子那儿一趟。啊？桃子不在家，果然喝大了，舌头都喝短了。哎呦呦，你回来吧，就回来吧。人家小两口没事儿。哎呀，您这么晚了，什么没事儿啊？这都几点钟了，桃子不在家，去哪儿了他都不知道，这还得了啊？而且我跟你说，什么时间呢？这什么时候啊？他喝酒啊？他喝多了？我跟你讲，这太没谱了，心里的。而且刚结婚就这样，能行吗？我跟你讲，这必须给他打住了，这得了啊！那您等我一会儿，我跟您一块儿去吧。你去什么呀？你别，你好好给我睡觉。我跟你讲，我一人就行，我一人就把他收拾了。行了，赶紧睡觉。啊，您慢点啊。知道。哎呀，你说他怎么这样呢？真是够呛，要我我也生气。是吧？哎，你说这人哈，以前是什么不想结婚，好不容易现在把婚给结了，又不好好配合我生孩子。哎，你说他这人现在已经不是说不关心我梦想的问题了，他是根本就不关心我。哎，我说话偏激就是为了让你说话不偏激，结果你说话怎么这么偏激呢？你对我怎么了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觉得你们女人吧，一碰到一点事儿，立刻就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全给翻出来了。那男人嘛，那有的时候遇到这种场合就是没办法嘛。怎么就叫没办法呀？他就是不够爱我。要真的够爱我的话，怎么样他也是做得到的。你说明明过两天我就是这个危险期了，现在给我来这么一出，他有没有一点起码的责任感呢？这么没有责任感，我以后怎么跟他过下去啊？我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都是小事儿啊，别把问题拔高了。来了。来了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还说没喝呢？喝成什么样了？没喝，我就喝了两口。两口就这样了？妈，您坐，妈，您坐。妈呀，你这摔了！桃子呢？还没回来是吧？桃子。嗯。下楼买东西去了，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看见呢？果然，你知道咱家现在头等大事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我生孩子，啊不，桃子怀孕。知道还喝酒？我跟你说，果然，我没儿子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儿子。我今天说话，你别嫌我说重了啊。你太不应该了，什么时候喝酒啊？啊，你这点控制力你都没有。再说好了，这一个月咱们这不喝酒，这是不是啊？咱都为了这一个目标吗？我跟你说吧，我没想喝来着。你没想喝？您不知道当时那情况，就是那个环球地理那个杂志不是让我去复试去吗？不让我去见见他们那儿那个复试我的那些考官，就高层。完了我就去了，我前面我都没喝，后来就来一金总，就那哥们儿他巨能说，说我就只能我就喝了。
其实那洋酒就都兑的别的了，没事儿。但我没想到，我就一出来，就风一吹，就它后劲儿这么大。哎呀，行了，你打住了吧？我跟你说呀，果然呐，什么趴啊，什么老总啊，什么用咱们生孩子重要啊？对吧？你不是还想排那什么小狮子小啥玩意儿呢吗？你桃子还想这法国什么深造什么的，你不完成任务，你深造什么呀你啊？哪深造去啊？另外一个，我跟你啊，今天我最生气你这是什么？你我不打电话你还睡着是吧？桃子跑了你能睡着？你这不是喝多了？你是什么呀？这都喝成什么样了？这啥都不管了，我打电话，我找你，你把那电话才想起打电话呀？才想起来呀？电话给我。桃子认识的，你认识的，都挨个打，打个遍。你给我打电话了，不接，急死他。不心疼啊？我心疼他，谁心疼我呀？那我挂了啊。你先别挂，你一挂他肯定知道我在你这儿呢，你就让他搞不清楚状况，找不着我，让他自己着急去吧。我跟你说，果然，你真是，我受不了你。有人能说的，咱找人说。那个，打啊，挨个打，那认识的、熟悉身边都打。关于这个木马计划，从实施到现在，谁呀？这么晚还来电话？你听我。这么晚来电话，弄不好是骚扰电话。哪认识你？当时我有喂，找谁呀？亲家，你好，我素梅呀。哦，亲家母啊。亲家母在吗？我在。你等一下。请家。喂，亲家母啊。嗯。来看看你宝贝儿子吧。出大事了，喝酒了。桃子气得跑出去了，几个小时不见影了，都没回来呢。啊！你说这什么时候啊？这么关键时刻他喝酒，我是没辙了，只能是拜托你来管管来了。来看看吧，看看就全明白了。哎，好，我知道了啊。好，嗯，就这样啊，再见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没出什么事儿，就是果然呢，喝醉酒了，在家里正难受着呢。这桃子呢，一生气跑了。那果然喝酒了。喝酒对怀孕有影响。查这行吗？嗯。看看啊。意外怀孕，但是丈夫之前并没有戒烟戒酒，会否对胎儿有影响呢？你好，会有影响的。其主要影响就是孩子的免疫力可能会下降，将来抵抗力可能会比较差，但这也不是一定的。比如男同志的耐受力不一，解酒功能不一，身体体质也就不一。所以呢，及时注意做孕期的检查，相信还是会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的。果然倒是不抽烟，酒反正就今天这一回。嗯，再看看这个啊。老公因为应酬周五周六都喝点酒，可能是周日怀了孕，对胎儿有影响吗？亲，你的丈夫只要不是酗酒，偶尔一两次没事的，请放心。喂，哎，那个喂，我果然，那个桃子在你那儿吗？哦，没在你那儿啊。哎，打扰了啊！哎，拜拜。我跟你说，这一会儿就过去半小时了。我跟你说，桃子，今天晚上你要是这样哈，因为你喝酒要出现什么任何后果，你负全责，我绝对跟你没完。你放心，就他没拿手机，他能翻多几朵巨浪啊？几朵巨浪，你就翻吧。我跟你讲，果然总有一天你翻车，你就因为喝酒。那个，今天咱必须把这事儿跟你说清。那个，你桃子姐到你那儿了没有啊？你说我这反应是不是有点过激啊？是。
哎，你说你让我在网上查这老半天，你是不是给自己回家找个理由啊？那本来就是嘛。那你说，那人都是一个社会人。什么叫社会人？社会人就是得在社会上生存的人。那社会上生存的话，那多多少少可能会碰见一些应酬啊什么之类，那碰见一些生意上的伙伴呀，工作上的同事啊，领导啊，什么长辈啊什么之类的，在一张酒桌上，你说啊，我不能喝酒，我回家我老婆得说我，那你说像话吗？那肯定的，别人也得说你啊，怕老婆，或者说你这人怎么这么难相处啊，怎么这么难接近啊，怎么那么摆谱啊，都会说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吧，在家里你对果然你可以随便怎么样，要抽就抽，要打就打，要骂就骂。但在外边，你最起码你得让他活得像个男人。你说你这么有道理的话，你不早跟我说？我怎么没说呀？我再说了，你在气头上，我当时说那些你听得进去吗？有用吗？吃口梨，张嘴，吃，饮饮酒。你瞧你喝这样，哎，难受不难受啊？要不要喝点葱？你喝这酒，你说你多难受？儿子，咱们怎么喝成这样了啊？我男人在外头有个应酬，喝点酒这是正常的，但是咱得有量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说你没量，你喝这么多干什么？亲家，亲家，亲家，咱别忘了今天的主题啊。今天的主题就是在怀孕期间能不能喝酒。哦，对对对，这是主题。就是，这说的对，说的对，我也是啊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记住了吗？啊，我们的工作都白做了啊！再说了，喝酒有什么好？对身体不好，喝多了还难受。哎呀，这不是难受不难受的事儿。现在的主题不是说想要孩子吗？你要想要孩子，你就不应该喝酒；你喝了酒就不应该要孩子。你说到时候生出一孩子来，那缺胳膊断腿儿那怎么办呢？你说什么呢你啊？我不是就是那意思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多不吉利啊！别，不是怎么样？难受不难受？难受不？要爸给你扣扣啊！我吐不着了。行了，亲家，行了，亲家，你们这样就嘘寒问暖的，这助长了什么呢？这只能让他更加分不清是非黑白。咱今天就是给他个教训，就是让他明白这个危害性。他越难受，他越能长记性，是不是？果然，你记得你当着我们三个面，你表个态，你结果你喝酒，你喝还是不喝？你说。我爸妈，我今天我真没想喝酒来着。你别说那没用的，你就说你今后喝还是不喝？对，说。对，说。喝还是不喝？亲家，我就必须报警了，这不报警不行。先，咱们先别报警啊！你说把警察招回来，咱们这脸面也不好，是不是？亲家母啊，这会儿你还脸面呢？脸面重要还是孩子的安全重要啊？哎呦，这真是这你说这大半夜的，一女孩在外，这要出事儿可怎么办呢？哎呦，这您要不再打电话，再打电话找，再找。亲家，全打了，他也打，我也打了，全找遍了，没有影啊，所以必须报警了。我逃了，他给我占线。不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样，咱们撒出去，咱们四处再找找。如果实在找不着亲家，咱们再报警。行，听你的，亲家。我也去。哎呀，你在家老实待着吧。我着急了。行了，你现在就着急了，你别跑了，你跑了，你在这就找不着了。就是，你先睡一觉，好好睡一觉啊。好了，睡一会儿觉。睡好了。呀妈，爸，逃了。妈。哎呀，宝贝儿，你可能回来了，你急死我了！哎呦，桃子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妈都急死了。妈，我就跟那个江阳，我吃个夜宵，我没拿手机。那你也不知道往家里打个电话？你看把我们都急成什么样了？不是妈，我，哎，你给果然我出门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跟江阳吃夜宵，你怎么不跟爸妈说啊？说你什么时候跟我？哦，对，你们跟我说来着，我喝多了，我忘了。哎，承认喝多了吧？好，行了，今天不说了，赶紧洗洗睡觉啊，宝贝儿。行了，爸妈，我送你们，我送你们。拿车呀！我没他开车，不是在这边呢。他开什么呀？哎呀，听我
说亲家，他不送他也不放心。好，好，你在家待着，我们还不放心呢。走吧，妈，我行，我们有点好点的，好点，有点好点。好点，好点。他开车，我送你们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不睡觉呢？你，哎呦，您回来了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亏了我去了，真有事儿，真喝多了，抓了个现行，而且我把他妈他爸都弄去了。啊，这么晚，他把他妈也给弄去了？那怎么着啊？让他们看看他好儿子，你自己做事自己得负责任的。嗯，那桃子去哪儿了呀？桃子说跟焦阳去吃夜宵去了，然后说是没带手机，忘了。谁信呢？糊弄鬼呢？糊弄他妈他爸行啊，糊弄我。我一看俩人在演戏呢，这肯定是吵架了。桃子一进门的时候那神色特别慌张，一看我就看明白了。但是我为了给他们留点面子，没当面戳穿他。但以后他也接受教训，他也不敢了。行了行了，赶紧的就睡觉去啊。嗯，你说你等我干嘛呀你？我不放心你不放心什么呀？我还能怎么着我？老婆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喝酒了。我特难受，完了还耽误事儿。你别生我气了啊！那你今天给了我面子，我感到很欣慰。你别生气了啊！我再也不喝了，我不喝了。有你这样的吗？什么时候不喝，非得挑今天喝？你不知道今天重要啊？这道理跟你说的，我都嫌我自己贫了。你下回还喝不喝？听见没有？我问你呢，下回还喝不喝了？这个图呢，就是我们整体的设计风格。我马上过去。哎，您看，您还有什么疑问吗？这个我们还需要再想一想。啊，好，那我先失陪两分钟，处理点小事，马上就来。好，好，你先忙。好，我们再商量一下。好。你照顾一下，好多的呢。哟，段总，兄弟，麻烦你把那腿拿下去行吗？哎，段总，这办公室挺大啊，公司也挺够气派的。还行吧，还行吧。反正其实我也就是一打工的。哎，回头我买一房。我装修找你，你可得给我打一狠折啊！没问题，是吧？我可当真，到时候别赖账。绝不会赖账。您给我们公司带来了业务，就是我们的客户，我们一定认真对待。
废话也说不少了。钱什么时候还？兄弟，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等我发了工资以后，先还你一部分，剩下的呢？剩下的你宽限我几天，反正利息算我的嘛。你算过没有啊？到今天是多少了？到今天大概36000多一点吧。多少？你是跟我这真糊涂啊，还是跟我在这装糊涂呢？啊？你觉得我像装吗？啊？不是，我算的有什么不对吗？不是你跟我在这装糊涂呢是吧？啊？我们公司这是利滚利，懂吗？利滚利。你小点声，你小点声，装。跟我装啊！你借的这是高利贷，你知道怎么算的吗？算法没写在合同里，我今天帮你算。看好了啊，到今天是63万。大罗，我们公司呢，也不希望你拖的时间太长。你拖时间越长啊，我们风险越大，是不是啊？赶紧还吧。大姨，我觉得最近胎动特别频繁，对吗？啊，胎动特频繁，跟以前不一样是吧？嗯。那关键看什么时间，是早晨还是什么？晚上特别频繁，是吧？嗯，哎，那怎么？没办法，那完了，我再跟你说啊。嗯。谁呀？哟，李大哥。嗯。你可是有日子没来了啊？都忙什么呢？哎，甭换鞋了。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啊，没事。嗯。忙什么？嗯，最近呢。一直跟郭长山他们在老年活动中心。哦，那个李叔您来了。哦，快坐快坐。啊啊，快坐呢坐呢，李大哥，来。你怎么样？还好着了吧？啊，我好着呢。啊，您坐您坐。喝点水。对，喝点水。哎呀，真想喝点，口干舌燥。我干嘛了？口干舌燥。那个什么呀，我这两天呢，都快憋疯了。又没个人去说去，后来就想啊，到你这儿来絮叨絮叨。我什么事儿啊，李大哥？啊，那个大爷，我先回屋。我用不用你？对对对，你坐你。你又不是外人。对对对，你听听也好。那个啊，李大哥。嗯。您这平时那么乐观一人，你今天怎么了？这是啊？这脸色好像都有点不好，怎么着？你哪儿不好啊？你啊？他不是我呀，我倒好了。李逵？也不是李逵，是咱们魏魏。魏魏有什么不好的呀？魏魏不能生育。啊？嗯。哟，那这事彩萍姨知道吗？哪敢告诉他呀？不能生育？啊！哎妈呀，那这事确切吗？十有八九，他这不到医院做了检查了吗？那大夫说呀，双侧输卵管堵塞，那就赶快手术吧，结果手术还不成功。哟，那大夫说还有没有可能啊？人家说啊，从理论上讲，怀孕的可能性基本没有，这不就等于说死了吗？这薇薇得多难受啊！一见这孩子啊，那叫一个可怜呢、啊。一听这事儿，整个人塌了就。哎，所以李逵呢，就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，说是自己也是抱养的。
你不就安慰一下魏魏吗？李逵这孩子心眼多好啊！李叔叔，来，您快喝点水，喝点水。李大哥哈，不管怎么说啊，都千万别着急，是吧？咱们共同的想办法，千万不敢急。我跟你讲，着急上火没用，你知道吗？哎呀妈呀！好看吗？来的路上买的。我们家贝贝皮肤白，穿上这个肯定会显得她更白。我是想明白了，嗨，咱们是没赶上好时候。哎，我就让魏魏穿所有好看的衣服，把咱们失去的损失彻底给他夺回来。不错不错，颜色很嫩呐，是吗？是不是，素梅？挺好。你最近成购物狂了，你一会儿孕妇服，一会儿婴儿服的，你这是？可不是嘛，哎。我跟你说哈，我疯了！我现在见什么买什么，我根本搂不住。反正我想明白了，如果我们魏魏给我添个孙女儿，我就把她打扮成白雪公主。哎呦天！如果给我添个孙子，我就把她打扮成阿兰德劳。不过我也挺内疚的，我跟老团长说了，我说我是不是买太多了？你猜老团长说什么？高兴嘛，你就买，一辈子就这么一次，是不是？嗯，哎，是吧，苏梅？我，哎，去个洗手间。秀，嗯，你有没有发现这素梅有点奇奇怪怪？只要我一说，我给我们魏魏买孕妇服，他就不对劲儿。告诉你，不会是他们家桃子有什么问题，怀不上吧？不会吧？不，你这么一说呢，哎，他今天是有点不对劲儿啊，不对吧？而且是不是？对啊。那要真是这样，也太可怜了。不会，不会，肯定是，肯定是，素梅她……哎，你问问她，套她话，但你别太直了。你了解她，当着我面，她肯定不承认的啊。哎呀，我这水喝多了，我也想去上个厕所。那个就在那儿。哎，好。素梅啊，我直接问了啊，桃子是不是不能生啊？啊，桃子不能生，什么意思啊？是谁说的？啊，彩萍说的。其实他也没说啥，他就是觉得吧，你刚才看他那个孕妇服的时候吧，眼神有点不对，他就有点怀疑。哎，我没怀疑啊。我跟你说啊，首先桃子绝对能生，肯定能生。哎呀，算了吧。嘿，你看你这个人，你怎么说半截话呢？你让我这样心里多难受啊！你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你说。你真别说啊，跟任何人都不能说，特别不能跟彩萍说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说。薇薇不能生。你乐什么呀？他说你的女儿不能生，你说他的女儿不能生，你看你们俩，哎，你说魏魏要是不能生，彩萍不知道吗？你看他那个张罗的，一会儿孕妇服，一会儿婴儿服，哎，你真行，姐啊，
你说太对了，你看他闹腾的，你说他这个样，谁敢跟他说呀？多大个胆儿啊！你说彩萍的心气多高啊，这得多大打击！你们说的对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看出来了，我刚才我就是心里特别难受，我看他我可怜，你知道吗？他高高兴兴还不知道这种事儿呢，我就跟你这么说吧，千真万确。